智能眼镜能用来干嘛？值得买吗？我提前体验了这款声阔最新推出的智能眼镜一个月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实的使用体验，看看是否能真的用一副普通眼镜的价格买到耳机加眼镜的双重体验。声阔智能眼镜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方便，以前我出门前总要拿上真无线耳机还有钥匙一堆东西，在嘈杂的地方打电话也都是先掏耳机再接电话，现在耳机跟眼镜融为一体，少了一个累赘的同时，通话还自带降噪过滤环境声，通话声音更清晰。作为一个曾经常年佩戴眼镜的用户，我对眼镜的舒适度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声阔智能眼镜的人体工程学设计还是让我相当满意的，不仅镜腿的平衡感做得非常好，戴一整天鼻子耳朵这里都不会出现压痕，而且头大的用户也不用担心，定制弹弓铰链可以外扩弯折。另外它创新的采用了这种模块化的结构设计，方便我们后期随意的搭配和替换不同的前框使用。一副智能眼镜不仅要做好眼镜的角色，它的音质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声阔智能眼镜采用了单边前后双喇叭设计，声音清晰饱满的同时，环绕声学算法也让我有一种亲临音乐会现场的感觉。如果有电话进来，此时声阔智能眼镜会进入私密模式，别人靠得再近都听不到你的通话内容。用一副眼镜的钱就能获得眼镜耳机二合一的使用体验，你不想试试吗？